你竟然已经达到神境，杨乾坤，你大势已去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就算你是神主，就算你也踏入神境，那又如何？我乃蒙古三军统帅，如今三军都在上京问请令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便会攻入上京，到时候血流成河，你！ 前途罪人！你终于承认了，不过你高兴得太早。三军将领已全部扶住，杨乾坤，你救兵来不了了。什么？来人，把他拿下，打入天牢，交由国军处置。啊！你！啊！楚阳，楚阳，你并不是神主，你也没有踏入神境，你刚才用的是无量神功。 是伤的一天自损八百，三年前是神主找到了你，传授你九龙神诀，和对付杨乾坤的无量神功。这一切，神主三年前就安排好了一切。我是谁重要吗？楚阳就是楚凌天，楚凌天就是楚阳。不管楚先生是谁，只要您愿意，一涵愿意追随一生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，龙国宁阳公主龙婉宁，你未来的未婚妻。